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划拨账号50396819，50396819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205666，012001205666。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，烟供香粉，药供包香，弱势关怀，不食动物。智慧故事，谭毅法师与采薇少女。晋朝时期，有位谭毅法师，他是浙江余杭人，早年跟随庐山慧远大师出家，后来师承鸠摩罗什大师。求学一段时间后，他又回到慧基，结庐而居，虔诚敬诵《法华经》达12年之久。有人吗？阿弥陀佛。师父，我入山采药不小心耽搁了时间，现在天色已晚，若再赶路怕会遇到豺狼虎豹之类，因此想在您这里借住一晚。这如此深山野地，哪来这位看似富家千金的少女？莫非是特来诱惑的贼人或魔障？女施主在此过夜恐有不便，现在太阳还没有落山，您尽早下山，或许还能赶在天黑以前平安返家。施主为何哭泣？我只是个弱女子，今天已经在外奔波半日，现在要我拼命赶路谈何容易。可是出家人不都是有慈悲心的吗？您为什么要让一个弱女子遭受被虎狼所噬的险恶呢？师父，你不要赶我走，我好害怕。好吧，您就在此暂住一夜，只一夜。谢谢师父。师父，您喝杯水吧。多谢施主，我还不渴。走了一天的路，好累啊，我要休息了。施主请自便。施主在此好好休息，我去外边打坐。师父，您进来避避雨吧。不用，外面很好。您淋雨着凉会生病的。多谢施主关心，我经常在雨中修行，不碍事。施主，出了什么事？师父，我的肚子好疼啊，求您进来帮我按摩按摩。这怎么可以？师父，我快要疼死了，求您救救我，救救我。不行，深夜里光是一般男女都不适合独处，更何况我是守持戒律的出家人，而且按摩肚子更是肢体上的接触，这万万不可。师父，你真的忍心看着我疼痛死去而不理吗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就因为我是女人你就见死不救吗？是啊，她现在是病人，要是因为男女有别而见死不救，我的罪过可就大了。师父，救命救命。就算是救命也不等于她有肌肤之亲。阿弥陀佛。
昨晚多谢师父相救。举手之劳，施主不必介怀。师父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愿意留在这里，终生伺候师父。这万万不可，我是一个出家人，怎么能让施主来伺候？师父，你嫌弃我？当然不是。那就好，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家。如果你施主执意要住在这里，我只好离开了。师父，您转过身来。哦。您是？我是普贤菩萨，这次前来是为了试探你的修行。阿弥陀佛。这件事情传开以后，大家都对谭毅法师的修持相当敬佩，皇帝也为他修建了一座寺院，以此纪念普贤大师的示现和谭毅法师的德行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